匹配机制终于要做出重大改动，猫咪最新重作也在这个版本上线手游。今天给大家带来 5.0 A 版本的平衡调整，此版本会在2月1号进行更新，这里我们抢先看看有什么样的调整吧。那么以上就是 5.0A 的平衡调整了，如果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，也可以留言跟大家进行讨论。那么我是超C，我们下个影片见咯，拜。